的店，他今天已经也到了现场了。还有好食人家，它是一个无菜单料理的餐厅，还有明雄精致火锅，跟万家香二店，跟莲园民宿一馆。他们这几家店是在南竿，有着各同不同的料理模式跟一些特色。那北竿的还有一个在秦壁的秦澳烘焙馆，咖啡烘焙馆，虽然是现代的饮食，它也创造了我们马祖不同的风味。一个烘焙馆，然后还有一个远在莒光的山海一家会馆。那我想透由这些的活动跟品质的提升，可以让马祖的美食更为广为宣传，也让大家吃得安心。那谢谢大家今天可以来这个记者会哈。那我们也借由这个他们非常感谢大家来为这个马祖发声。那么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把口罩拿掉好了啊，上来一点有距离。那么这个口罩真是闷死人了，业者也是跟闷死了。所以但是马祖呢，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他整个县政府在县长的带领之下，所有的这个团队兢兢业业，科长好，还有我们刚刚到哪去了？尤其是现在新任局长的名字就很震撼，叫美金啊！各位要知道，这个美金来了以后，马祖发大财啊！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在我那个年代啊，刚刚我跟局长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台湾人对马祖很多人没有什么概念，尤其台湾的这个中南部啊，以为马祖是华侨，你知道吗？外国人来了，讲的话有点好，就乡音。局长以前有没有觉得同学觉得你像华侨，真的是这样？那么所以